今天是见证历史的一刻，同时霸台液氮机同时开机。有时它就称到10.23、10.28这样的话，对啊，可以量，它就到这边了。阿兰，帮我三度不打嘛呢？我老贝，下面呢，爹妈安个干巴。来啦，来啦，就到了。冰。这个就不是真空包装了 ，OK。再攞翻佢哋，封咗佢。基本不是真空包装，他们叫是12kg的，省那个车费呀、啊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一箱哇 ，OK。就点了，就点起来。